创业开店不简单，王仁甫、王心怡亲力亲为，靠自己。是还没有找到是自己烧，自己做菜给客人吃。哎，你不能当饭吃啊！我要跟一开始头一个礼拜来的客人说抱歉。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买衣服，连去 shopping 又可以赚钱。对，就如果没卖掉就自己穿，对。